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，60年，学校很重视啦，想说借这个机会也先邀请各位学长啊，能够回来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那有朋友来也都 OK 哦，我想参与人更多越好。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，哎，真的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先把这个讯息到。